就考虑进去。行李依次放在这些位置，橡胶系上或解开安全带。入座后请系好安全带，滑行、起飞和着陆时应系紧安全带。对于配备肩带的人，还应系上肩带。当安全带信号灯亮起时，应迅速回座位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全程禁止使用椅垫式移动电源。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时，应打开飞行模式。小型设备可全程使用，大型设备仅在巡航阶段使用。全程禁止吸烟，包括电子烟及同类产品。吸烟将触发烟雾警报。客舱试压时，氧气面罩将自动脱落，立即将面罩罩在口鼻处，戴在靠在头上。自己先戴好面罩，再帮助其他人。